鸡，像他吃的鸡。第四碗。对。能再加面吗？可以啊，咱有多少面没吃？那我再来一份不要面的锅包吧。你可以，你确定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OK。表表面加一份。哎，你看到那个最高的，头发最卷的，那就是我，像不像你们皮带？他本来想让他不断来着，我们陕西的方言叫一吃一喝，话挺不多。你又快吃完了。嗯，你这好好吃啊，我都能在我店里吹半年了。这老板可以。吃完了，那我再要一份菠菜面。菠菜面啊，这苗条的都吃了五碗的菜了，你咋不想去正吃啊？人家是小仙女，人家就比较爱吃。姐姐关系。谢谢，一天两顿不多不少，早上起不来。完了，人家就这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了，肯定上油了，这个视频代价有点大。老板跑了。等等，我加一碗面。就我了，你行不行？我行。是裤带面。裤带面。先到饭点了，有点低，然后面可能一时半会好不了。不过我在对面发现了一家冒菜，带你们再去看一下。溜一圈，老板推荐。我要最辣的，辣到哭的那个。辣到哭，好嘞。它里面有魔鬼椒，还有朝天椒，然后还有成都的芝麻油汁的辣椒。那我今天试一试，看能不能给我辣哭。一二三四五，六碗。把阿姨吓跑了。老板，好，谢谢。我这闻着都好香啊，鞭炮笋。刚吃很香，它后味对了，舌头疼。嗯，试一下。哎，我都开始擦口水了，这个辣度很。我不行，我是小趴菜。真的辣流泪了。我想家了，这个大包吧，我回去自己。
去帮我圈出来。